运气都拿去换姻缘了吗？听到了没有，约会君，还我运气哦！哈哈。哦，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解释我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而且为什么我礼拜二明明就有要开台，然后就最后还是没开。好，我们先做一个图题的基础设定，然后这个设定完之后呢，我就要来解释一下我他妈的最近到底在他妈的倒霉什么。我真的是他妈的不懂欸，难不成生肖属马就必须要犯冲成这个样子吗？而且我是从电玩展前就开始给衰衰到现在，然后有一些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完这样子。就是呢，在电玩展之前大概前一两天吧，然后那天呢刚好我们就是外出，就是有外场工作，然后就呢我们就外场工作，然后回来，然后是我开车，然后就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车的量很多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准备要切车道的时候，我就稍微往旁边转一下嘛，然后就旁边有一台很近的车就这样刷，然后就给他擦过去，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小擦撞啊，但是就是只有一点点，人都完全没事，然后车子也就只有一点点擦到这样子，但是就还是很倒霉，因为就算是一点点小擦撞你还是要处理嘛。啊，好险就是都有那个保险公司什么的，所以就目前就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一点点，但是还是会让你觉得很烦，因为你就会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真烦，然后你就要处理一些手续这样子。但那天还是有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因为跟我擦撞的是中华电信的工程车，就是他就很快，他就这样子过去，然后结果他就在前面停下来，他就一直很想要就是说是你的错吧，是你的错吧这样子。我说哦，我们还是等警察来这样子。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呢，警察就问说啊 是怎么样，然后问我们状况，然后那个中华电信工程车就是说就他，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很凶。然后警察说讲那么大声干嘛，他就突然转头问我说啊，你有怎么样吗？就是他对那个工程师很凶，然后突然那个转换，我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就是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吗这样子。反正后来这件事情就是有告一段落，就有解决，然后就后来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倒霉了，因为就是虽然没什么事情，但你还是得出险嘛，就是有一点麻烦。我就想说算了，反正就是至少他不算是大事发生，就是不幸中的大幸这样子。听起来算很 OK。 当天才刚擦撞完，一回家我在修图，然后突然宕机，还在我修图的时候他妈的突然宕机了之后他就再也打不开了，他就真的再也打不开了。然后我打开的时候品牌名称不敢念出来，X980 Pro SSD， 然后什么，他的画面还是说警告我说请我先备份，因为那一颗好像快坏掉，就是他的英文好像是这样写，他就是写说快坏掉了，你要不要先备份或者是先进系统然后修复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根本完全打不开，就叫你别下载来录屏。我要讲重点是，当下我就拍了那个照片。其实我有同步请徐新一帮我处理，但是我就觉得很衰啊，我就觉得早上才擦撞，然后下午电脑要爆炸是怎样？然后结果我就上传我那张截图，好死不死，我那张截图里面就有那个品牌，然后跟那个型号的名称。然后结果呢，所有人都私讯我说：“哎呀，你是这颗啊？这颗三天前才出灾情欸，出灾情是不会先讲是不是？”对，就没办法，所以那一颗就没救了。然后好死不死，请上 VCR， 没有啦，那剪辑师应该找到死。我就是一个从来不会把资料分类的人，所以我的所有资料全部都放在同一碟，但是里面没有什么重要资料就是了啦，就是因为我重要的资料全部都放在 NAS 上面，所以里面没有什么重要资料，就只是就是原本的一些有装的一些游戏啊 Steam 啊，然后什么的 Photoshop 啊什么的全部都要全部重装，然后就很烦。还没有结束哦，然后结果电玩展持续进行中，因为我从来不在电玩展上厕所，我尿到眼请上 VCR。 到底在几年几月的哪一天说我不可能啦，我不可能，我是憋尿王啦，我超会憋尿的好不好，拜托，我从来没有尿到炎过，哎，拜托，怎么可能，不可能轮到我，我超健康的，拜托。我尿到炎，我一开始以为应该就只是普通尿道炎嘛，就多喝水多尿就好了，然后就没想到超痛，然后就我后来还血尿，然后想说不行不行不行，要去看医生了。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你这个膀胱跟尿道都有一起的啦，就是泌尿系统就整个发炎了，要吃药这样。还以为会自己好是不是？不是，我要解释我是多么的敬业，因为在电玩展的过程中就真的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晚上他
还要什么统神电台，隔天还要一整天，然后什么又过礼拜六礼拜天啊，就是没有空去看医生啊，就也只能先这样子，然后礼拜一再去看医生，就只能这样啊。礼拜天哪里有诊所可以看，我也不是我当下故意不去看医生好不好啊，就没办法，就是当下就是事情一堆啊，然后就东西也都还没有结束啊什么的啊，就真的没空没真的超倒霉，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我到底要倒霉到什么时候，我到底要我怎样。但是其实这个也不太算什么倒霉啦，就只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前阵子有一点放太松，然后就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公司的就是 IG 的业务就是在某部分上有出了一些问题，而且因为加上我最近运气又很不好什么之类，所以我那天不小心又发了脾气，然后跟 Tina 大吵一架。哦哟啊，我是最近就很倒霉没，你们懂了，我也不想要暴躁好吗，要不是我今年犯太岁，我会这么暴躁吗？我他妈的生活过了几轮十二年，他妈的从来没有泌尿系统发炎过，怎么会今年膀胱炎还血尿，电脑还坏掉，还是开机年，然后我所有的资料还都跟开机年放一起，所有游戏也全部都装在一起，运气都拿去换姻缘了吗？听到了没有，约会君，还我运气哦。超早，而且憋尿我还没喝水，电玩展要怎么喝水？电玩展就是一个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的场合啊，因为就是非常不方便，因为如果我要从摊位走到厕所，等到我到我的时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因为厕所很远，那我就只能尽量少喝水，那就可以少上厕所啊。然后我还特地上网查，就是在我那天想说要安太岁的时候的那天上网查，然后那天刚好是元宵节隔一天，然后很多庙都说安太岁的那个点的那个灯只点到元宵节，好啊，都不要点啊，都不要点啊，好啊，奇怪耶，都不要拜啊，好啊，谁知道啊，谁知道只到元宵节啊。我其实今天这样也没有凶好不好，我只是今天讲话速度比较快而已，因为今天就是在我们电脑重灌好了之后的首次开台，有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要交代了，所以就是让大家感觉好像感觉很凶什么的，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在凶好不好，我就真的只是今天讲话比较快。我有臭脸给约会君看过吗？有啊，我们有一次有他一直觉得不算吵架，但我觉得那个我自己是觉得有点算，他说是我单方面骂他，然后他道歉这样子，然后那天一整天脸都超丑，然后他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是我的攻击模式是窒息式攻击，他觉得好窒息这样子。我真正生气的时候就基本上不会讲什么话，当我问你话的时候永远都是问你最不想要回答的那个答案。我就是会故意问一些很北来的问题。要么我就不讲话，要么我就问一些很北来的问题，不会像机关枪一样，但是会让你完全感受到很窒息。但是我觉得我在公司生气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我在公司生气的时候就会有点更像酸民吧，就是可能我跟约会君生气的时候我顶多就是问他一些令人很窒息的问题，但是我跟员工生气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员工生气的时候你就是准备被我定烂。你今天不要想要有好心情啊，就是这样，算了，谁跟我吵架都是，你今天就是不要想要给我好心情，你让我心情不好我三倍奉还。那我会反省自己太凶吗？有的时候会，但是通常就会觉得该凶的时候就是要凶。我会跟自己生气吗？我对我自己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会这么生自己的气呢？我很快就会放过了我自己，我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就是我，没错，我就是双标，没错，我就是鸡掰。